现在目前是真的是在培养当中哈，那可以让他更成熟，就更知道怎么公共讨论、公共沟通。那所以讨论的方法当然要很细致，下午我们就会有这种讨论方法的说明哦，还有很多工具哦，还有一个好的环境哦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本来安排在外面，我觉得好像太热，所以我们会放在里面，然后有一些讨论的机会哦，跟那个方式。那刚刚提醒就要互相尊重、互相体谅哦。好，还没有老师对刚刚我的问题哦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再提供一些机会哦。我们还有十几分钟，来，这位先生，来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就住在这个地区的，所以我比较关心的是，当初政府部门。